么晚回来干嘛去了？今天去了图书馆。手里拿着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小芳，出来把垃圾拿去倒了。我导游看看你买了啥。我先打开评论区的 TT 语音，找个大神一起玩游戏吧。有，老鹰，先不玩了，记得我们今晚的约会哦。终于让我想到了，小芬肯定想给我个惊喜。小芬，快过来吃零食。等一下，看来小芬要准备给我送项链了。你该退休了。妈，我出去一下，我和小英在 TT 语音上约好见个面。等一下，你口袋的珍珠项链是准备送给小英的？妈，你怎么可以偷看我的东西？臭小子，就知道浪费钱。妈，这鬼是要整水的。小芬，把我的鱼子酱拿过来。鱼子酱，小芬。啊！嗯，老板，来一盒鱼子酱。这是哪个？走，给个面子，我妈是大网红，赶紧走。你在干嘛？妈，你不是有旧手机吗？我推荐你去最近很火的钻钻 APP 卖了，他们家高价回收旧手机，我一台很老的苹果手机都卖了4000多，还免费上门收货，我家门没出就把手机卖了，真的好用。我的鱼子酱。奇怪了，怎么一股木瓜的味道？妈，你不会又被骗了吧？哎呦我的妈。我的烤生蚝，糟糕，吃完了。是谁？哎呦我的妈！可怜一下好吧，我几天没有去班呐。臭小子，哪个土掉鸡这么久不回来？妈肯定不放过我。我，啊！啊！嗯？我要去睡觉，你别再呱呱呱的吵着我啊！一直呱呱呱叫，烦死了！一边玩去，等你回去就完了。真是个冰箱，呱呱呱呱呱！妈，我回来了，这么久才回来，干嘛去了？刚刚排了好久的队了，你快尝尝，呱呱。你们有见到我的鸡吗？没看到啊，我刚刚看到他跑那边去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妈，好吃吗？还行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周末可以带我去公园玩吗？读书学习你不行，吃喝玩乐第一名，你就带我去一次嘛。就你这样的，每次考试都倒数，我带你出去都嫌丢人。赶紧回房间看书去，好吗？原来我这么让妈妈失望。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冷的可以。先用实验室不算检查一下作业吧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完美全对，家庭取下口饭吧。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，好像吃了这个心情。
妈，我这次考了95分，你快看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个九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？妈，我没有。你还不承认，为了去玩现在的学会撒谎啊。不信就算了。喂，东妈，小峰这次进步很大，进了全班前三名，你要多多鼓励他哦。小峰，对不起，妈妈错怪你了。够了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，在你心里我永远是个坏孩子。妈，谁养这个当宠物啊？用来做烤鸡，他不想吗？宝贝，妈妈带你去散步。你先在这陪朋友玩一会，我去上厕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人家玩玩具打人家，快点快点！竟然还学会打架，再努力好好反省吧。啊！东东，警告你，别再挑战我的底线。我受够了，是你逼我的。妈，你也吃点呗。小芳，帮我把浴室洗干净。你自己不会去啊？你再说一遍。我马上去。啊！你喊那么大声干嘛？刚刚小芳说我们的车被刮了。不会吧？我去看看。这车完了。谁被刮呀？不好，我的浴室。妈，每秒奔跑速度 0.02 公里，篮球运转频率为每秒 3.4， 太阳直射角度为 78.9。 敢用球砸我？来搬哟，让敢用球砸我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联通3000兆极速 5G 套餐的，不光速度快，全家享权益还多。5G 选联通，全家3000兆。我的浴室。啊？莫非是我想多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的鼠标，完了，妈肯定饶不了我。小胖，你怎么哭了？我的手机掉角球里找不到了。别哭，我去帮你找找。谢谢风吧。搞变了没有啊？敢杀我！胆子不小嘛，这是小峰逼我这样做的。什么？妈，我在德物给你买了件大牌衣服的，那得多贵啊。不贵，最近活动多，力度大，各种大牌潮牌保证还划算。我来鼓掌。用饺子。